你这么怕他干什么呀？他多可怕呀！没出息！我要你这同一张脸干什么？什么事儿都得晚上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你被江武抓走的那天，暗罗卫没有来救你吗？ 阿大又来，但他没有打得过江武。然后呢？之后，我大伯父就来了，然后师傅你就来了。哦，回去该收拾人喽。 不，师傅，阿大他已经尽力了，不是他的错。谁跟你说要收拾阿大了？